晚安。我看我的虾皮出货了。嗨嗨，谢谢吉米周送的香槟。我听那个，我看小三美的，看小三美的行动说。今天的香槟是半价，为什么半价？谢谢吉米周送的香槟。我最近被一首歌吸引，你们猜是什么歌？啊，原价是多少？好热。By two， 对啊，我剪刘海了啦，就是有点，对。哎，你的头贴是我跟小晴。谢谢小紫送的香槟。谁比较可爱？没有，小青，小青比较可爱。我最近喜欢大嘻哈的一首歌。歌，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我今天口红好那个。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跟我一起拆包裹吗？这很像那个巧克力。可以关灯吗？可以哦。很亮。嘴巴没颜色哎，怎么搞？今天是大波浪卷吗？这是谢谢燕送的梦幻烟火。可是今天是那个哎。睡醒然后没有整理头发的头，我们来拆包裹。啊，哈喽，我来整理一下后面，不是我的哦，是爸爸，爸爸没整理，不是我的哦。开箱，小心！我先把这个撕掉。早安，不是早安哦，是晚安哦。好。
OK Stalk 你们不能看，也有我的地址，不是啦，这个是电到虾皮电到店，开箱我的包裹，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但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猜，你们猜是什么东西？哎，干嘛？哎，猜对喽 ，L 错，什么垃圾？你在骂我吗？谢谢，他送我库洛米的加链袋，没有你我 OK， 库洛米的加链袋，他让我收耳环，看一下我的耳环，哦，这是啊，卡住。好，没关系，不会痛。这边比较漂亮，啊，都很漂亮。你们猜是什么东西？你们有买我的生鞋吗？你们一定没有。哦。OK， 你们一定没买。因为我只有发一次业配。然后你们就想说啊，可能只发一次，那我们就知道。啊！数到三。当然我没买，我先把你禁，把陈家树先禁了。陈家树可不可以就是先不要留言？哦，他回我哦。你们好敷衍，不要理你们。就是库洛米杯，还有吸管套。好，爱你女孩。你看你们都敷衍啥？我今天特别的嗨，你们今天特别敷衍。这是那个可以，就是哦，我以后就是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带这个水壶去喝水。看我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了。OK， 你买的比较可爱，哪一？这是我的已经掉漆的手机壳，我给你们看我现在的手机壳是哪一个，我猜一下，苍苍。OK OK。苍苍说：“你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真的吗 ？T， 给你一脚。OK。就是好可爱哦，是它都是塑胶味，怎么样可以让它没有塑胶味？麦克风，
奇怪 ，Where's my time？太久没吃过了，好吵。那你们要走吗？还是我走？关直播。嗨，我今天口红好淡哦，但是我这边没有口红泪，咋办？我桌上都是口罩呢。啊，哎，还有一个包裹，还有一个包裹，就是有一点蓝色的包裹，我猜是衣服。为什么祖祖每次都在找我联播啊？好吵！拆包裹大会，开来一包而已。Fantasy， 怎么穿啊？这有点不懂。衣服，你妈要看吗？你妈要看我现在穿吗？好臭哦，这个衣服。那你们等一分钟，换衣服需要一分钟。看天花板，没有，就是有点对。
好，杨过要帮我开播，我要穿这个跳。这是他有附一个小外套，就是这样，就是他也可以脱掉，留下来给你。不是袖套，它是一个小外套，就这样。上礼拜因为太忙了，因为就是工作有点多，我没有说我要去夜店，救命。它是两件，又又又很热，真的很热，我要换回来。我觉得没有很好看欸，傻眼。我要穿这个拍那个，拍这个。好了，我换掉。哎，我真的就是有点小买错哎，就是主播文很好看。
那个外套会一直掉下来，不好跳舞。又开冷气。可以要双连吗？祖祖现在在是不是？他是不是想跟我连播 ？Oh my god！ 他为什么每次都跟我同一天？当然可以啊。Oh my god！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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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害我想要抱熊熊。他们说。他们说你要养猫咪了，还没，还没有。你要什么？我要养，我会先给你看。你会先给我看吗？你听到姐姐的声音了，对不对？她听到我了。她听到你的声音就起来了。好啦，其实他刚被我强制睡觉，因为他刚跳到餐桌上吃我晚餐。吃什么？啊？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到。我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餐桌上，不知道多久。然后他在闻我的晚餐，他我很紧张，我怕他拉肚子。圈圈。晚餐是什么？晚餐是五谷饭配生菜沙拉。你看我的薪水壶。那你看素颜。哎呦！跌倒了。真的。你最喜欢的库洛米还是母？库洛米啊，库洛米，对不起。还有那个管套啊，还有管套啊、哦，啊，真好看。你要去哪里啊？很热，对不对？不准，你还是只能在我身上睡。他要来我这里。我鹅欧，就啊，鹅欧是什么意思？包裹？什么包裹？变不好看，全部都没有声音，为什么？睡觉了。哦，小心裤子是不是？好，对不起。两边都很卡。好，那对不起，宝贝，那没事了。那你赶快去跟你的宝贝们聊天吧。拜拜。爸爸，怎么？你看他啦，多乖，还给我不耐烦。你看，他都变看，
幻想猫，圈圈还在瞪呢、欸，还在瞪，还敢瞪，还敢瞪，好可爱。你不可以听，你化妆，我没有化妆，你有口红，好，我有口红。我现在变你妈妈。我今天在帮圈圈洗澡。香香，香香。好啦，我知道。晨晨，你聊，你等我一下，我去弄一下那个，让他不能跳到那个。你真的不可以啦，圈圈要吃晚餐。打。你又在干嘛？你又咬我什么？我会被你逼疯了！哎呦，对不起，看到我的大腿。我回来了，我也来了。啊，好累。你剪刘海？哎，对。我把刘海剪短一点了，刘海了，但是你看不到现在。我看不到啊。我，你怎样？我有这个是什么？你有什么？为什么他听不到？你啊？我不想跟他沟通了。你有什么特效？哦，你有特效。我们有很卡吗？没有，但是对不起，我要再起来一次。圆圈圆在造势。好了，我回来了。I'm so sorry。好。哎，真的会被圆圈气死。回来了。圈圈在造次，不是造势，他在造次。杨过说：“祖祖在忙什么？”忙着修理小孩啊。套圈圈，我以为你要那个嘞，我以为你要养猫了，还没啊，因为我们家最近很忙哎、欸。真的？那熊还好吗？很好。你妈妈这什么？我妈妈。每天都带他出门。你妈妈每天都带他出门。OK， 听到了，听到了。晨晨要的话，把熊熊给我。不可以，不可以。那我跟你讲，我今天帮圆圈圈洗澡的原因，因为他今天自己大便才要大便，手脚都超臭，全身都大便味，然后在我们家这样绕了一圈巡礼完以后，我们就全家都大便味。Oh my god！ 哒哒哒哒哒 ，I will never let you will come true。Oh my god！ 哒哒哒哒哒，这样这样。你剪的好短哦，你剪到眉毛上哎、欸。没有，他是因为翘起来了。他如果往下应该是这样，但他今天因为我昨天可能没有吹干还是怎样，我昨天自己洗头，然后我吹干的话就变成，他就有点这样，这样，这样。就有点不是很听话，你看他感觉你这样撑直不起，对不对？但他其实是起刘海哦，你就知道他有被吹。剪，这是我自己在学校剪头发。
你自己在学校剪的头吧。刘海真的不听话。哎，我跟你们讲，他今天为了圆圈圈，因为他上次不是被卡在那个窗帘上面吗？我们今天换窗帘了。什么颜色的窗帘？一样的颜色，但是我们换了一个新式的，然后把它做成电动的，很贵，一定很贵。为了它下血本。Oh my god， 圈圈。对啊，你看他今天在那边这样造次，吃我晚餐，哼，臭小孩，自己晚餐不吃，吃我晚餐。My God， 宝贝，你今天要包几件？哎，那为什么不这样？几点？哦，你说讲。嗯，现在几点？我可能九点半吧。现在八点半哦，所以你是九点。我是九点。九点半，九点。我今天要播到九点哦，同学们。要吗？宝贝，你是星期几？什么星期几？这次啊。哎，不是，不是，不是，是。OK， 好。你。我是啊，哦，真的、哦，嗯，你是，对，我是，真名字，好累哦，天哪，我觉得心好累，为什么会这样？我叫圆圈圈，而且我超怕他忽然间发春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说大概五个月会开始可以会有可能会发春。然后，但是因为医生说他好像刚好过了，就时间刚好有过那个期间，所以他可能第一次发春会在秋天。发春会干嘛？喵！哦，嗯，哦，然后乱尿尿。那我五月不要去你家了。秋天，宝贝，秋天之后啊，九月吧。三春四六。嗯嗯，十二一二冬天，什么？三四五，十二一二冬天，三四五春天，六七八夏天，九十十一秋天，十二一二冬天。因为农民现在四月就已经夏天了，表示。六月会更热。跳双手。Oh my, oh my. 那人家，嗯嗯嗯嗯。夏天感觉会很可怕，我也觉得这次的夏天应该会很恐怖，脑海就会全条码 ，B B B， 哦 ，B B B， 每当想起了声音，将声音给牢记，太像了，真的，不要紧。那双手巧克力怎么跳？你教我。还是他就是双手，没有巧克力是单手，怀孕那块的选手，如果双手的话，噔噔噔噔噔，好惨，那是怎样？这样，好 ，OK，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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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然后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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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不会影响智商，晨晨才会影响智商。鱼缸停家，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蹦蹦吧！我礼拜六啊。你礼拜六要干嘛？拍拍这个。希望我可以成功。加油！好像有，好像什么？好像什么？你说希望我在那天吗？抱歉了，孩子。那一天，你知道我要干嘛吗？我要去享受。你要去按摩？不是。要？要什么？啊？哦哟，你好烦哦。不然的话，我可以去陪你。不要来啦。嗯，很 OK 啊。真的？骗人。很 OK 啊，但是因为我那天要去享受，所以不行。揍你！揍我！揍你！我最近好像有一点心累耶，你知道吗？你再跟我。我哪天没享受？每一天都想。哦，我昨天又买了新衣服，哈哈哈哈。你怎么啦？你为什么心累？这什么因为？因为春天是多愁善感的季节。Do you know that? Do you know? 那首歌怎么唱？你这样子，我完全不知道。魔法小卡还没讲完，又要买衣服了吗？没有，我只花了100块吧。100块买衣服？100块，买了大概4件。这么便宜？买小背心之类的。这个没有说明书吗？还要说明书？看到你我才累。多屁多，多屁多吗？多比多，你那首歌什么？多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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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比多比。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现在说不出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哼不出来那个旋律。对。你知道我要唱什么，对不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找不到那个。1件500块，不是4件500。最近主这个对啊，那个是怎么淘啊？这请问是要讲怎么样？你要讲什么？我要讲说竹妈最近乱买耳环，然后我偷了她几个，也没有偷啦，光明正大的抢劫她了几个。看看，看不到哦。哦，看到了，星星，星星啊！因为它都是那种滚滚的，就是那种皮带在耳朵上。你看我也有。你可以吗？你学校不会抓吗？会啊。哇哦！好了，那你头发要。好哦，骗你的啦！我都自己只是头发藏好哎、欸，很棒啊，藏好啊，不然等下被抓去记过、哦。穿这个，我们学校不会记过，我们学校戴耳环不会记过。哦，那会怎样？会怎样？爱哈爱爱校服，为什么戴耳环要爱校服？我不懂哎、欸。就是花自己的钱买，然后。又不会分心之类的啊？为什么不给？对啊，为什么不可以戴？而且做指甲也是啊，就是不知道学校是在……好，不能骂。等下老师在看我直播，老师不是这个意思。在看我直播哎、欸，你知道吗？老师没有，晨晨很常跟我说你对他有多好。
你现在叫我讲。他说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事情，他是成为宝贝。我要在这里非常感谢晨晨的老师，教他非常多的东西，让他成为一个，然后也很时常的帮助了他，在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帮助他，真的非常的谢谢晨晨老师，晨晨的老师，不是晨晨老师，晨晨的老师，然后非常感谢他这么的爱戴他。然后我知道我们晨晨很常在学校那边捣蛋或什么的，还请老师多多担待。晨晨，你怎么那么可爱？你刚讲捣蛋的时候，我心都融化了。你这是幼稚园小朋友水壶吗？超可爱的，傻眼，超可爱。幼稚园晨晨，我去练习的时候，我就带这个，但是你看不到我，因为我们不同组。Lonely 什么什么。Lonely, then the cry in the room, then the cry in the room, then the hug me, hug me 前面，然后hug me, 然后 cry in the room, room, 然后呢？哈？跳过，然后我还忘了。你跳过，我没跳过。晨晨捣蛋，你心里融化；那圈圈捣蛋呢？心里又融化，又想揍他。爆炸。我没有拍这首歌，我没有拍过 Lonely。我明天带这个去学校，同学们一定会觉得很可爱，好可爱。好，带去给我们炫耀。但是我已经有一个同学有了，因为他快到，我不知道什么，这个厂商就是很不 OK， 明明就是我先订的，然后他明明就先给我同学，傻眼。我想要订那个啦 ，Black King 这种 Black Pink 的那个帽 T 哦，不是短版的，不是 T 恤，不是 Oreo。哎，我有，知道啊，我同学给我一条，知道啊，我还特别拍照想传给你，还没传，你给我看过了。啊，对呀，我想买那个 Blackpink， 但不行，我现在不可以乱花钱，因为圆圈圈要为了圆圈圈省钱。哦，圆圈圈，它的这个窗帘有在贵的，好想买，很贵吗？其实没有很贵吧？你说 Oreo 吗？几百块啊，但是它里面就是重点就是那个小卡。我要 Rose， 我要 Jenny，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 Jenny， 最喜欢 Jenny。你有看他们在那个 Coachella 的那一场表演吗？有，看直播吗？你有看直播吗？没有啊。哦，我是看 TikTok。我是看 YouTube， 煮煮的水最甜了。Oh my god！ 晨晨啊，听不出来煮煮在暗示你想吃你的 Oreo 吗？我才不是想要吃你的 Oreo 嘞，最主要是那个小卡好吗？我想要晨晨帮我吃 Oreo， 然后我只吃一个，然后我要那个小卡。内卷。内卷。但是要许可。啊，哎，那城堡，你有没有算过那个、啊、那个什么？你是哪一个单利用？你是什么？我是库洛米啊。你就是库洛米。我真假的？但是我没有发。你测库洛米。测库洛米。我是大耳狗哎、欸。我觉得没有很准，就是还。我也觉得不太准。因为他说大耳狗很内向，嗯，你内向？他说我很容易害羞，所以讲一句话你就要讲，哎，哦，
我吓到，原地爆炸，内向，害羞，大耳狗，骷髅迷，不准，圆圈圈，导弹，小小，野导弹，嗯，粉丝被我们吓到了。你如果害羞内向，我五月生日会就不买了。不行，不行，不行！但要买七月的生日会哦，要买五月的生日会哦。哎，晨晨，你要不要来五月生日会？啊、你想五月几号？忘记了，二十几吧。我五月二十行哦。不嘛，到时候给你。嗯，你要去享受了是不是？没有，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嗯。到底是五月的呀？五月二十几吗？嗯。六五月二十，忘记五月二十，是二十八，礼拜六还是礼拜日？还是礼拜日？礼拜日。现在看，等一下你弄吗？晚上有事情。好吧。我想吃海底捞哎，最近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先去吃串串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先去吃炸串串。哦，你是说自己炸的那个吗？嗯，自己炸那个。嗯，我们早一天去吃饭好不好？下礼拜找林婷丽。哎，等一下，林婷丽一直约我们要去露营啊，我们一直没有人回她。哎、欸，我有跟他说啊，你知道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他好像跟我约暑假。哦，暑假、哦，你什么时候开始放啊？啊？你现在你多大？怎么会这样问你的女儿？你高二还高三？高二。高二，高二。所以暑假哦，暑假是升高三，那不行，不能不会提早放。就。林婷丽说六七月，嗯，天哪，可以吗？会不会订不到位置啊？可以啊，没有到什么，就是林婷丽，什么东西？小木，对啊，我觉得也是夏天去比较好，因为那个不然的话会太冷。现在就很热，嗯，现在就很热。好哇、啊，那我们就暑假再去。我们三个 ，more， 回回当然是男生啊。大头贴。宝贝，你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吗？你剪刘海啊，然后你之外，然后你只有擦口红。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那你觉得我今天有怎么样？素颜。啊，有我素颜？没有了，我觉得你今天头发很毛。每天都是。小书童说几句都说我的头几句都说我的头几句都说我的头分叉加毛躁。哎，你知道我的分叉差不多这样，然后没有人发现。哎，就是你知道还是很多分叉，但你要再去剪啊。哦，就剪一剪就变这样。哎，你知道
道，你知道有之前有一个机器，它就是弄分叉的，然后你就这样弄头发，这样扣住，然后这样，它就帮你剪好所有的分叉。真的假的？我超级需要这个机器。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是我当初有看到，但是我觉得有点恐怖，我怕在然后我整头头发就没了，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越来越少哎、欸。对啊。好了，有一点分叉还是不错了。嗯，什么东西又开始？你刚刚啊，你这个笨蛋、哦、我自己说的吗？什么？下拍 TikTok？ 你等一下吧 ，TikTok 哦 ，TikTok。我在挣扎最近要不要拍，但我最近想要拍一些照片，我想发一些文。我也是啊，还不错。Yeah， 我要拿库洛米贴纸拍。要拿库洛米贴纸拍。Yeah， 贴在脸上。贴在脸上。贴满脸。你觉得好？100分。那可以贴满吗？把手机贴满，把熊熊贴满，请不要虐狗好吗？还没有，哎，熊熊跟库洛米耶，很可爱。你看我这边全部都泛红，然后我这边全部都痘痘。好、哦，那你还吃辣？是不是只有吃一次？就是我，对。哎、欸，我手放这。你手上什么？你手放这。拍。这样。晨晨。没事。欸、你的粉丝会很常被你吓到哎、欸，不吗？没事。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我忘记帮你做了。哦，就是应该要帮你做的事情，但我忘记。我打电话给你。没有，说我忘记打电话给你。你们每天都在恐惧之中是吗？哦，我昨天买了一个磨砂膏。磨砂膏啊！我昨天也去了一下我的膝盖的角质。我还去用磨砂膏，因为我不会用。真的假的？加一些温水，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搓开，对不对？我们家是这样，搓搓搓搓搓洗澡。他说：“如果你这样快速搓的话，你的脚趾会受伤。那脚趾会受伤哦，受伤了。已经受伤。可是问题是我皮超热厚呢，我比你多活了几年。几年？你几岁？几年？你几岁啊？21哦。晨晨。”好爱你，想害羞大耳狗，大耳狗，大耳狗，大耳狗。我24了，宝贝。啊！你都是21耶。我没有看到，我手上没有。晨晨，你几年次的？2006。2006，我1999，七岁啦。My God, my oh my God。虚岁八岁，十岁七岁的差距。我今年就17岁了。我今年就24岁了，而且我快要24了。快要，我再几个礼拜就24了。没有，我快要17了。
你快27了。27。浪费，呜呜。怎么办？大家要来我们的生日会哦！元宇宙快生日了，生日会哦，七月的生日会。在生日会啊、哦，七月的会哦。你们的主题是什么？想了吗？告诉你。其实，那你猜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的主题是酷了咪，葛头。动，你猜呀、啊。不知道了。嘘，你知道？没有，我想猜，可以猜吗？好，你猜啊？五吗？你觉得呢？有点像，因为你们就是你们知道，你们封面就是有一点老老的感觉。你是在说我们长得有点老老的，还是风格有点老老？我觉得你现在在骂我。一美式复古。哦，你觉得我们有点穿着上有点美式复古，是不是吓到我喽？对，是复古嘛。对，因为我跟翁同勋两个人都年纪蛮大，然后他说老老的，我实在是。甜蜜蜜那种歌，宝贝，甜蜜蜜有一点老。哦，好吧。老妇，对他一直在说我们长得很老啊，祖祖真的是老啊，老婆。原子珠怎么了？你挂在头上，你就可以不用低头喝，你就可以直接喝呢。啊，你不要拿起来啊，不用手喝到水。不行，你知道我低头，它就会下去。你试试看，看你喝不喝到。一二三，试试看吧。再来。Oh my god， 原子珠真，宝贝，你怎么那么可爱啊？那你把它挂在头上，看你能不能直接喝，不要用手。挂在头，等一下。挂在头。哦，我知道。可以吗？可以啊、哦，喝水。宝贝，你怎么那么可爱啊？你跟我说，到底为什么那么可爱？哎、欸，上面都是我的口红印啦，不行哎、欸。宝贝啊，你好可爱哦。耶、yeah.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宝贝了。跟你说，让你看看我最新的应援晒，终于是我的应援色了。吹100颗泡泡，把自己打包。吹2颗泡泡，把自己打包。吹3个泡泡，把原子珠打包。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哎，你知道我在后台玩。我们又月，然后好像跟某某好像是他们，你们有在玩哦？对啊，你们那个很棒哎、欸！你知道我们一直听，然后我们就很想玩，超好笑！我们下次再来想一些新奇的游戏来玩，那就很配。你们怎么想到的、啊？好厉害哦！没有啊，因为我以前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我们原住民朋友都这样玩。哦，对哈，我有看到 TikTok 有发，对，他们原住民都讲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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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男生女生配啊，因为我们想说我们刚好是泡泡组合，我们就用泡泡歌，我们没有想过说会这么合，你知道吗？
等等等，哈，超配的，超配的哈，而且很好。原始组这样，原始组现在已经九点了。哦，真假的？那我把时间还给你的宝贝们，还给粉尘们，小粉尘，粉尘们，还给小粉尘们。那我要跟你掰喽，掰，再见，掰，拜拜就拜拜，拜拜就拜拜，那是什么？我要在这里。三二一，我的手机已经发烫了。Oh my, oh my god！ 今天都没什么聊到。苍苍，我们来念个榜榜榜。坚果好快哦，坚果超快，是因为我们跟原主联播吗？对，来念榜喽。第十名朱里恩，拍手。第九名周莹，拍手。第八名是 Plus Plus， 拍手。第七名是修哲，拍手。第六名是小紫，拍手。第五名是苍苍，拍手。第四名是阿比，拍手。第三名是吉米粥，拍手。第二名是杨果，拍手。第一名是燕，拍手。燕的大头贴好可爱。拜拜，我等一下会发 reels 哦。如果我拍成功的话，这我可以成功啦，我觉得我可以成功。拜拜，我已经连续两天早睡早起了。祝你们抢票成功，因为礼拜不是礼拜，因为五月有两场，所以可能会比较好抢。祝你们抢票成功，希望我们的粉丝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手牵手公演，很精彩哦，很精彩哦，真的，你们的票已经抢到完全没有公关票，真的。爱着你的我没看过，祖祖坏掉，哦，不是祖祖坏掉，哦，祖祖坏掉，好啦，大家拜拜，拜拜。苍苍拜拜。